商朝末年，九尾妖狐率狐族祸乱世间。出来吧，我的狐族！昆仑为拯救苍生而来，弟子姜子牙愿追随昆仑，成为一个守护苍生的神。妖狐受诛！杀了我，他也得死。姜子牙，你竟敢强逆天命！昆仑和北海都不欢迎你这种三界败类。你连鱼都能放，就不能放自己吗？为师命你亲斩九尾，斩的不是恶，是善。牺牲无辜之人，这就是天道吗？大胆！是神，是妖。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神。